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和。今天在这边没什么事情，我去一下这边的海滩。那海滩附近好像有一个挺有名的城堡，等会一起去看一下。我朋友今天有事情，他就不过去了，等会我一个人坐计程车过去，然后再打个车回来。现在也快到中午了，然后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再过去。This is not meat. Only vegetarian. Okay, okay. How much for this? This is 35 rupees. 35. So the 45 all only 45. Okay.好了，现在已经叫了车了，在这里等。刚好这个早餐，这里这个餐馆他那个老板会讲英语，所以等会那个车来了，如果打我电话，我可以让他接一下。不过我估计还要等一会儿。So this one is near the Fort St. George, right? This from here it will be 1.5 or 2 kilometers. 1.2 kilometers. 1.5 kilometers or 2 kilometers. Okay. There are 2 beaches in this city, right? 2 beaches. One is Banana Beach, and another one is Yasanaya Beach. Okay. If you put the beach means that is railway station. Beach station, railway station. Simply, if you put the beach means that is railway station.And app. The entrance is here. Sorry? Entrance. No, here, not here. Please wait a minute. I'll show you. There is no particular entrance.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you can go inside the okay, beach. Okay. So, Shaka, down. No, I'll drop you.After that signal. Drop here. Sorry? So where is it? Drop here? Yeah, it's fine. 我现在到了这边的海滩了，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啊，是不是？好宽啊，它这个，而且这个沙子很细。大家看一下，这个沙子好细，然后这个沙滩好远啊。这里到那个海边，我估计要走好几分钟。早知道这样子，我就带那个穿那个凉鞋、拖鞋过来了，就穿了一个运动鞋。Hello，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海，哇，这么好的沙滩，竟然没什么人游泳啊！看这个浪好大，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沙滩，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谈恋爱约会的地方，你看那里有一对，是不是？然后那里有一堆，你看这个船这里又有一堆，所以说成了大部分这种年轻的男孩女孩来这边约会的地方。不过这个沙滩我感觉确实很好。好大，然后这个沙又还是没有太多垃圾，大家看一下，基本上还是非常干净。
然后沙也比较细，所以这要是在深圳的话，这个沙滩一年不知要赚多少钱。现在我们去这附近另外一个景点看一下，但是不知道现在估计下午两三点钟了，到那边会不会已经关门了，所以得赶紧过去看一下。看这几个狗好舒服啊，在这个沙滩上，在这里，哇，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个狗，那边也有一个狗，你看这里有一个骑马的小伙子，这个应该也是为游客服务的，是不知道多少钱一次，反正也没时间了，我就不骑了。How much? 200. How long? What is the number? For how many minutes? One right, see, number. How many minutes now? 10 minutes. 10 minutes now, 500, 600. Full fish coming back. Okay, I see. See, go coming back, 200. Understand.No.不到十分钟，20块钱杀人呢。第一没时间，第二有时间我也不搞。我刚刚从海边过来，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沙滩边上的小卖部。然后这附近就是一个停车场，然后有一些巴士，还是旅游巴士。200吧 ，right side 了。How much？ 200。No， 这样，这也是免费。100。100. Final price 100, right? Okay. 100. 100.好了，我们现在进来了，开始下雨了。然后这应该是一整块吧，这里有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些不要门票，我刚开始以为要门票，结果不要门票，登记一下就进来了。再一个一个逛一下吧，先逛一下这个 Fort Museum， 就是这个城堡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就是那个警戒，这种先做出来。有兴趣的可以仔细看一下。No video. Okay. 好了，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教堂，这里面还有一个教堂，叫什么 Saint Mary's Church。Yeah, that's it.
车啊，能不能看清楚？就是这个 Saint Mary's Church。要不要出席？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个教堂。我是第一次进这个教堂哎。后面还是一个花园，好了，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教堂的花园里面。其实这个圣乔治堡有很悠久的历史，就是公元1600年英国在印度，然后这个海滩就是我们先前拍的那个海滩那里登陆，然后在这里修建的这个圣乔治堡。圣乔治堡的话，现在是整个金奈的行政中心。当然，金奈本身就是泰米尔纳德邦的行政中心，所以现在所有的什么交通省公安厅、省交通厅什么地方都是在这里面。所以有一些像那个圣乔治堡，我本来想进去拍一下，结果不让拍，好像是被当作了省公安厅的办公场所。然后这里面能够看的就只有这个博物馆跟还有这个教堂。教堂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博物馆其实也还算可以吧，又是免费的。其实这个圣乔治堡就是当年东印度公司，著名的东印度公司的基地。当年打鸦片战争，所有中的鸦片都是从这个港口出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好了，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等会我在这里坐一下就打车回去了。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子了，感谢大家观看，谢谢，拜拜。